面前有一个转盘，看到没？嗯。然后每位老师转一下，对应的颜色冰块，然后敲多少个？哦。然后最先把企鹅掉下来的人我就输了。哦。好。你觉得他？所以先剪刀石头布吧，先开始。比如说，如果是。就转到这个，就是一蓝一红，哎、欸，不是一蓝一白，的话，对箭头，你就要打是一个啊，对，然后这边这还有一个白，这样的话就是两个吧。对，然后那个红色圈圈的就是停止。哦，好，就是至少你要打一蓝一白 ，OK， 嗯，然后你多打也没有关系。哦，好，就是你如果假如说你打一蓝一白，它多掉就没关系。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Let's go， 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我先。好。哦哦，白白蓝，白白蓝，想想哪里比较好。白白蓝，好。哎呦，很放胆。白白蓝、嗯、，OK， 等一下、哦。好，把下面拿走。好，欢迎。哦，哎，算是停、嗯，算是停。好，换我。哎、嗯，哎，算是停，算是停。哎哎，白白白白白的话，白白没事没事。嗯嗯哼嗯哼嗯哼。是不是很想冒险，但是又不敢冒险呢、啊？那错了。哦，哦吼 ，OK， 好，换我。哎呦，算是停，直接是停、欸。哎呦，又是白白。哦，拜拜。又是白白是吧？有考古学家的精神。高质量，都很危险的。等下他被震动了，戏剧张力要跑出来。好，哦，蓝蓝哦，蓝蓝蓝蓝蓝。蓝蓝还算 easy 吗？可是哦哦哎哎，我不对，嗯，嗯，哦，嗯，蓝蓝，嗯，算是挺，算是挺，蓝白，哇，蓝白啊，哎、欸，下去了，这样算下去吗？啊，不算，在这吗？在这，哦、在最中间，好。这个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哦，嗯，等一下。OK， 真的命运的时刻到了。哦，哇塞！哦，看我，白白蓝，白白蓝，哇！哎，这一波完蛋，这个还有机会，白，白，蓝 ，OK，、欸、哦，
选对哦，危如累卵。来，蓝白，蓝白。现在该得来保守一点。这个，白，哦，刚好，刚好。好，换我。这样算吗？这样算吗？好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这个是机会。好，还是一样，蓝。蓝。这我觉得还好。哦。所以，等一下，我们移动一下。蓝白。白哦，蓝白是吧？哦。这个有点危险。剩这一颗。这个真的是剩这一颗。它有点紧哦，高频震动。我还是觉得这个有点危险，这个恐怕它很有可能会下去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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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很松，这很松。把它敲回来。哎呦，哎呦，你要敲蓝白对不对？哎、欸、有了有了有了，超多，超多都下去。你敲蓝白，你给我敲敲蓝蓝蓝蓝白。哦，蓝蓝，蓝蓝，哇、哦，幸运啊！这个这个，我就不相信你还有办法。算是白蓝哎、欸、我玩到最后一刻、欸、对啊，玩到最后一刻，玩到只能剩一条线，淋漓尽致啊。那惩罚呢？惩罚在哦，惩罚在这边，你要自己抽还是我帮你抽一个？你帮我抽一个呗。好、哦、好、哦、这个看一下，这是看一下你的手气如何。我来三连拍。好，太棒了。那你觉得他的企鹅做的怎么样？我觉得你得好好看看他，他的花纹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我觉得真的企鹅根本没有长这样。好，那可爱三连拍，我要帮你数吗？好啊，好，第一连，第一连就是啊，哦，好。第二连，第二连就是啊，好，第三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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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可爱，走过。陈老师给过，陈老师，卡哇伊呢？过，但如果不过，也真的我可以再摆第三个。我真的不能再熬了。我只想说他会不会等我说这个？对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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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由于呢，我刚刚觉得其实是可以的，因为本来就很可爱。但是，大家不过，所以我们知道第三连。再次。第三连。第三连。可爱吗？可爱。哎、欸，第二次又说可爱，那就是这真的可爱了。